小雪，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个节气，和雨水、谷雨等节气一样，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。小雪节气的到来，意味着天寒地冻的刺骨之冷开始有展露的迹象，此时降水减少，降雪渐渐增多。然而雪量并不大，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小雪。进入小雪时节，在我们国家广大地区，逐渐活跃的冷空气让阵阵凛冽的西北风成为了常客。尤其在北方，气温逐步降到零度以下，很多地方已经出现降雪。初雪的到来缓解了大地上的干燥之气，轻柔的雪花不经意地落在树枝山峦上，宛如是给大地穿上了一袭薄薄白纱。新鲜美味的食材在汤锅中熬煮，热气腾腾的场面无疑给这寒冷的小雪时节带来了丝丝暖意。